我们当时是在上线形代数课的时候，那个条小狗狗就跑了进来，然后就在讲台上在老师的脚边打转，但老师也没有去打扰它。它跑到后面去的时候，有一些女同学拿一个糕点出来给它吃，大家都还是觉得蛮可爱的，也蛮喜欢的。在朋友圈里面他们就说那条狗狗在很多教室里面都出现了，我就在想当时应该是天气冷了，然后它跑到教室里面来暖和一下。因为我们今天不是正好现代考试嘛，然后他们就有人说这只狗听得比我还认真，就干脆让狗来帮我考明天的那个期中考吧。